这个非常不快乐，其实是个很平凡的家庭，也不是很富裕的，就是正好就够用。那可能这方面来讲，父母倒给我们一个蛮好的观念，就是常常说不要看别人，我们自己全家愉快就好，别人有的我们不一定就是非要去这样想。所以呢，可能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从来看同学放学有时候大轿车来接，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就哎再见。有时候说哎，要不搭我的车送你回家？算了算了，我们就走路回家，也蛮好玩的。那么打从心里啊，就对这些我到现在所谓就是比较淡薄所以就是说做任何事情，还有就不会觉得太去张牙舞爪的非要得到，就觉得很平乐道也很快乐。所以父母给我们的影响蛮重要，所以并不是练在什么条件之下生活才会怎么样我是觉得，所以他给我们的观念很棒。像我父亲常常告诉我们说，哎呀，人生啊，到老你都要如何学习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哎，这就很奇怪了。那但是我听进去了，哥他也是一样你如果要跟人家计较，那就很麻烦。所以我以前打击很多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同事有的时候为了挂头牌吵架，第一还第二，可是他们每次吵架的时候说没有关系，我先来，反正上去。其实也没有任何影响其实报幕的时候，接着下来欢迎谁谁谁出场那一刻，才是看你的表现。所以，也不是说我十拿九稳，胸有成竹，不是很自负，而是说哇，他们还为这个没有关系，我就觉得上班就快乐，我就上去了。所以后来又有人总结了，看久了说，费玉清，你真的是老而哲学啊！我说我不是故意你是太聪明了吧？我说不是，我就觉得何必非要第一呢？有的时候就是你就因为每个人东西不是你抢得来的，所以我就讲所以年轻的世代都老外也说，哎，小哥，费大哥，这个人缘都还不错那么有的时候碰到同事们，做人也要学习一下。我跟你讲，有的同事跟你讲一些心里的苦他的情感也是大姐我们听完了，人家也是名人，但是我们就会三缄其口，就是知道什么话该讲，什么不该讲。因为人家告诉我们一些秘密这是很珍贵的，大家都会信任你所以这也都是在受人欢迎的范围内。然后唱歌，唱。我的唱歌这么长的时间，差不多三分之二都是由我母亲的鼓励跟推动，有时候偶尔会倦极，可是我母亲就会说，她最爱看我唱歌真的。她每次说，你为什么不唱？我说妈，这好吧，我就接。但是有些路途实在太遥远了，我就叫她别去，她还是要去。我说你这身体哪受得了了？不会，我就喜欢在人群中看你唱歌。我可以注意到你到底表现好不好你有没有一直走左边不往右边走你有哪几首歌观众听了没感觉好像一个专家这样我说我的歌你早听都不要听了，而且我是你生的那什么不一样的妈妈就是喜欢人家喜欢你拍手什么就开什么那后来母亲走了以后这个家里好像过年也不像过年了，只是缺少了一个人，可是那个气氛就很怪。从此那时候，母亲走了那第一年开始，家里也就是玩具些朋友来家里丢猴子啦、打麻将，因为都共同的讲不出来，就是没那么圆满然后我自己也很久，各位家有经验的，很久我都感觉不相信我母亲离开了。每次到他房间还会看一看不敢动他里面的东西有一次呢我母亲常常打麻将都打了一两点钟他才会回来有时候我玩了三四点一两点没回去一看一开始我说还有电视机的声音我就走过这个小走廊妈妈哎呀妈就说来了我们听到电视你就没睡觉怎么样今天手气好不好见了鬼了真是这个聊天我就
就聊了点。可是这是记忆啊，有一回我回家，我忘了出门忘了光电关电视，可是我母亲已经走了，没开门，突然都忘记了这个事，那个现实，我突然很快的跑去，打开门冲过那个走小走道，妈妈妈妈，我叫一叫，哎呀，对，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我母亲已经走了，母亲走了以后呢，我就记得母亲的感觉就是你要多唱歌，你看这么多人这么远来看，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多么幸福啊，人家还给你掌声，人家来看你，我就记得这话，我就继续做。后来做到我的父亲，有一次我出去了好一两三个礼拜，父亲又回了家，看到我说，哎，好久不见了，你去哪里了？我就跟他讲到哪里啊，唱内地啊，什么城市。讲完了他说，我跟你妈妈看法不一样，这个你应该，你单身一个吧，又没什么不良事啊，我想你以前的努力啊，你安安分分过到老是可以的啊，这个还有一个样子，而且岁月还有一点，放下来吧。我父亲跟我讲的，我说爸爸，可是小孩子没有工作，父母在，好像觉得游手好闲的。我爸说，哎，你这个想法也蛮传统的，也对啊。就是好吧，那你就只要你喜欢快乐就做吧。我就又做了两年，父亲那时候就90多岁，而两年以后父亲走了，我才很恍然大悟，说天哪，他既然这么爱我，希望我停下脚步，我怎么不会倒过来想，他的岁月的95、96了，那个更可贵，那是黄金的夕阳岁月，我应该放下一切先陪他在，这是第一重要。那么这是有点后悔，但是两年多以后他走了快两年了，我就觉得说，哎，我想起我父亲的这个对我的这个叮咛教诲，对自己好一点，有的时候啊够用就好啊，这个人生啊多看看走走，趁样子还可以的时候好吧。所以我就在这个宣布封麦这其中，也是我私人世界里的一些些小小的一点力道，就是原因嘛在里头当然呢我如果说进入歌坛这么多顺利受到大家的接受，有一天退出了，像我哥哥就讲，哎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还要讲什么再见和多此一举的？改天想唱再出来唱。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那你说你要唱不唱？然后像这样时间很久不唱，我们的唱歌的功力也会减少。你不唱的话换气，你看我这一下已经唱了快3个钟头，可是体力还是很棒。跟我哥哥的论调不一样，我说人家不跟人家说再见，那说不定媒体还会猜呢。他说费玉清这么久不说再见，是不是倒嗓啊？是不是喉咙坏了不能唱？还是什么？或者是说什么？父亲走了，他是不是说父母都不在？他忧郁症怎么乱猜啊？所以就觉得说，不如干脆趁我现在体力还很好。还能够好好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很好的时候，面对面的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封麦之前呢，我要走遍我曾经去过的地方，要亲自的要谢谢各位，谢谢朋友们。